边。有听说过真香定律这个词吗？你想说什么你直接说。真香定律就是说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我都做了。我的性格是这样的，我矛盾体，我一边说不去然后一边去。还要介绍我是谁，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静。不可以只穿他一双袜子吗？特别抗拒跳舞这件事情。我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。Where you gonna go when you can't close your eyes? Where you gonna go when you can't change your mind? 舞蹈看着挺容易的，但是跳起来挺难的，因为我也没跳过。既然来了，这个那就把它搞好呗，就我尽力呗。那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忙要解决或者？他要吃鱼，我们要吃虾，我们要吃蔬菜。哦，这个可以报啊，这个太简单。我们不要晚上吃宵夜。好的。还有就是下一回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先让助理帮我们把东西放上去？我天，我那天我们三个人快被累残废了。没有，这个是因为之前没有提前告诉你们。没有，他们节目就想让我们看我们要不要抬箱子。这个节目又不是个体力节目，没有。我以为像花少那样没人管。你新节目的时候你没有搬箱子呀？你不是都让小景搬的吗？小景和洋洋。对呀。但是我的箱子最沉呀。啊。我们俩还挺，我们三个人，我心累呀。好的，好的，下次早点告诉你，不用你们搬这些东西。